什么？瑰宝和瑞宝要独立了？当我看到这个消息，真的不敢相信。这才刚刚过完一岁生日呢，怎么就要独立了呢？在我眼里，我觉得他们还是个小宝宝呢。我觉得他们才刚刚与公众见面呢。他们要独立了，是真的。江爷爷说，瑰宝、瑞宝最快在他们450天的时候就开始独立了。可是我们的福珠珠明明是在800多天才独立的呀，为什么瑰宝、瑞宝要比福珠珠早独立一年呢？独立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挺残忍的。福珠珠刚独立时扒着门找妈妈，找不到妈妈她都急坏了。为什么人类要替他们何时独立做决定呢？大熊猫国际吃奶吃到3岁半，后来因为被妈妈驱赶不得不被迫独立。熊孩子何时独立应该让熊妈妈决定呀，顺其自然多好呀，这点长龙做得非常好。看到瑰宝、瑞宝要独立意义，我也很心痛，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一点吧，让瑰宝和瑞宝在